大家好，我是浅浅，今天来讲一下也跟天堂宴有关系的东西，就是天堂宴厨子有关系的，它叫一个我们厨子要用 Google Play 嘛，那 Google Play 它出了一个四天前在台湾上线一个叫做 Google Play Point 的，它类似 LINE 的 Point 类似，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？我们看一下。他类似说，打开你的 Google Play 100点，折抵30元，可能就除100点会折抵30元吧。你不像这 Line Point， 它可以换几点换东西的概念，像这个家乐福一点一元，类似这样的概念啊。所以，但是我今天查看我的 Google Play 下面是没有这个东西的，手机上面没有这个东西。Google Play Point 是几点跟兑换使用都会圈在 Google Play 中，它会出现在这里啊。但是我的手机打开 Google Play 是没有这个东西，它会出现在通知的下面，会有个 Play Point。然后它这边说，当应用购买应用程式、游戏、电影、书籍或游戏内所要购买的产品，都会获得回馈点数。倘若是订阅 APP， 像一些电影啊，需要 Google Play 来支付或者点数，最高可获得 2% 的点数回馈，这不无小补啊。然后它天堂宴的话，它好像可以兑换点数，可以兑换一些天堂宴基本的东西。我等一下要给你们看。然后这个 Play Point 好像有分等级啊，一开始可能是铜级、银级、金级吧。这样上去，然后特惠点数回馈，每消费30可以获得3点，然后购买电影也会获得，购买书籍啊，这个，然后下面这个神魔之塔，对 ，Play Point， 然后这边 Play Point 有它的优待券，这个优待券我看一下哦，每100点可以换成台币30元。他说还可以累积点数购买游戏中的道具，然后这边有他的抵用金，对，100点是抵用30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他可以换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我一个朋友啦，然后他也是最近厨子，然后他就出现 Google Play Point，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他可以换。成长药水成6，然后属性卷，单除属性卷，然后好像还有变更性别卷那样子，属性变更卷，还有删除属性卷这个，然后未来会不会出其他东西就不知道啦。那今天就是介绍未来会有这个 Google Play Point， 然后你消费会有点数，然后点数可以换一些道具。那未来还可能还可以换其他东西吧。好，今天就介绍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